家人们谁懂啊？262这样玩真的很容易上手，嘿嘿嘿。262在霰弹枪中的出场率算挺高的了。这是我262的配件和芯片背包搭配，战术道具带个烟，这样可以提升容错率。芯片选择防爆衣，齐心协力，寂静无声。我闻到正前方有许多脚气，提前开禁预瞄。接下来这波走位加身法，我是不会告诉你，我练习了2年半才会的，还想跑你个小卡拉米。我这套配件可以腰射也可以举进，这是我的配件，不怎么会急停的。强烈推荐你们绿色芯片带个齐心协力，这里腰射带走一个后直接下包，接下来就是高能操作咯，就让我们耐心的一起欣赏这个紧张刺激的操作。所有包别出去，别出去，中路中路中路，一发一发就一发，空枪扣人困，没空枪扣六，卖帽带。